给他们给打。哦，真的起给啊！艳阳社会阿翔来兰董志成前进嘉义溪口开箱竹编达人的工作室。我住的是住啊，你这住的地方啊。这大用这个来做呀。打开竹门，映入眼帘的是用竹编制成的灯罩、竹子打造的桌椅，就连建筑物都是用竹子做支撑。屋内摆设古色古香，来拜访竹编达人，当然少不了自己动手做。七十几年、八十几年，那生意还有，还很老。你根本哦，哎，那没什么星期天的啦，没休息，一早没休困啦，一早没休困。我这时间就做我这。对对对对。到九零年代的时候，就开始越来越少，因为已经有替代品了嘛，塑胶跟自然。蔡世伟拥有30多年竹编经历，不过他也大叹，现在塑胶制品普及，竹编产业逐渐没落，但他仍不放弃，透过观光转型，希望能将珍贵的手艺传承下来。贪玩的懒懒更在现场玩起竹筒踩高跷，杨秀慧、董志成也一起玩了起来，没想到。董志成一个没站稳，狠狠摔了一跤，幸好有竹椅垫底，但可把大家给吓坏了。另外职人还拿出竹子做的喜轿，让还没出嫁的杨秀慧少女心大爆发。明新闻做不到。